我想旷工就话有问题啫，而家我想翻工都唔得啊！我先要你请假就请假啦，呢个政策系大小姐嘅意思嚟嘅。喺呢个时间啊，嚟得呢度啊，都系冇嘢好做嘅人嚟噶啦。医生无了期咁样放大假，好难受噶。嘉华国际特约，爱回家之开心速递，今晚8点翡翠台。